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白。昨天买了一条鱼，还有一半没吃完，今天准备做个红烧鱼。先把这个鱼洗一下。放点盐，再放点料酒，现在加少量那个面粉，再抓匀一下。我们提前把大蒜、生姜、红辣椒、鱼香叶准备好，现在往热锅里面倒油，这个油可能要用多一点，不然的话不好炸鱼。油温烧至六成热，开始炸鱼。我们把这个鱼一块一块的放下去。刚刚我把这个鱼切小了一点，因为我们家喜欢吃这种小一块的鱼。现在把鱼块翻一下，这一边已经开始黄了。现在把炸至金黄色的鱼块给它捞出来，现在把配料放下去，炒一下。放水，再把鱼给它倒下去，再加点老抽，再盖上盖子煮一下。这个水煮的差不多了，下葱。龙小姐，来尝尝，试一下这个红烧鱼啊！好吗？多炒点东西，你也炒个饭吧，我你也搞点东西了。小西炒饭了。肯定会干净一点。刚开始是这样子的嘞。发表一下意见啦，这个鱼怎么样？好吃。真的好吃还是假的好吃？真的。没吃啊？我吃了。弄一个菜轻松一点，弄两个菜的话就累一点。嗯，反正下面嘛，我觉得炒少一点，放网上的话也快。
吗？没关系的，我也是，我也是学啊。嗯，吃饱了。今天卢利亚兄弟要来我们家玩，刚刚他说已经到我们村里了，现在去接一下他。你回来不来？回来认人了。好嘞，开头问一下是。小西，你一百个的东西是不是？一百个的。我在搞，俺是没事的时候，我是干嘛干用的？哈哈。你买过那个东西，我家哎，覆盖了，你去下面。我这钥匙给你挂的，我来黑起黑起，买也买东西。好了，姐，坐下去，坐下去。小娃娃乖吧。给他洗五斤。洗五斤，哇，好肥啊！不，我鞋帮给他装哦。啊，这两个都要哦。他才五斤，怎么留的？哎呀，对呀。洗五斤的嘛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他这两个，两个又打不到。来，我叫西瓜了。三个幺。对，我拿水果。要到过年六月带礼物去。好好好，赶紧开始。六月到了。带你去玩开心吗？开心。难得星期六可以出去玩，是不是？这个路开起好陡。对你开车是一种挑战。前面那两只车都通过了。快点下车，轩轩小朋友到了。没有晕车吧？啊？妈，哪晕车啊？昏车啊？这个路有点陡，太陡了。还可以。哇，这个庙好漂亮哈、哦！不要乱了啊！没给钱的不要乱啊！你要吃什么？跟爸爸讲好不好？过来。哦，也找二下来。好，等一下给你买哈。买点麻辣嘛。反正我们等一下再下去吃饭。二十七块是吧？好了，大哥，再吃点。
冷啊。妈妈，我打开了，你不要打开了，不吃了，他不吃了，吃不动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啊。今天这里还有很多人来旅游哦。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寺庙，还蛮壮观的。我们刚刚在那个商店里面买了点箱子啊，等一下去寺庙里面去祭拜一下。走了，小宝，我们坐车回去喽。回家喽。走喽。